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翊君。今天呢，要在这里呢，为大家推荐我的新专辑。那么这张新专辑呢，叫做《男人坏》。那么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在专辑里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，因为我觉得，这首歌呢，它是属于比较温暖，然后比较有期待、比较有希望的歌曲。那这个歌名叫做《月光雪》。很多人会问说什么叫月光雪呢？其实在月光下面什么东西会发光，应该是我们在形容的是萤火虫。就萤火虫呢，它在月光底下，它当然只有在晚上你才看得到它，然后一闪一闪的发亮，在月光底下的时候就好像是月光下面的雪一样。把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《月光雪》。温热那天，握住幸福的感觉，月光雪。